哦，这阿伯，我感觉今日食这间真是太过落苦的落苦啊啦。这真的是真落苦呢。我最细汉食到大汉，你有够落苦阿伯。这些是我找不到的小时候回忆。我妈早知道我们在找不到那间找到店了。那现在你找到了，就找到了，恭喜你！恭喜你找回回忆了。不过啊，这间对吧？老板他不喜欢曝光啊，所以哦，我们都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啊。知影就知影，看一下。好，就是安尼，啊，知影嘛，卖讲哦。知影，家己去食就好啊。对啦，所以这阿伯，咱今日要来欣赏嘞。今日咯，食饱就是要骑车啊。不过，我先看一下天气状况好了。好远诶。先看一下。那个有观众留言问我说：“哈，你的光头到底是怎么剪跟保养的？”那天气这么差，那还是换阿伯教你怎么剃光头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伯来剃啊！那我们就去剪光头吧 ，Go Go！ 好，来啊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就是咱的吃完日常的特别节目啊，废片节目吧。哎呀，我们手把手教你光头保养教战守则啊！没有错，我们现在这样，第一步哈，我最快的除毛嘛，来不来？看看看那边。有没有？贴那种百元剪发店，先把它剃到大就对了。欸、不过这两位，我们好像来时间太早哦。没有一间有开的。我们特别，他特别来到这个家乐福家，专门是百元剪发，好不好？那靠腰脖子跟裤衣啦。因为我们用骑车的时间来剪头发，没有那么早开啊。可是有点可惜啊，看阿北嘛，他为了拍这集有没有？你看这头发都准备好了呢。没关系。我们还有不能逼，让阿贝教你如何快速除法。你要除法？不好说啦。等一下我们怎么除法，看着就知道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转换场景一下？那是不是要跳一下？一二三，啊，来啊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痴汉理发厅。来啊，我们是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理发师。来。这个客人今天想要你什么发型？今天可以帮我剪一下中分吗？可以去接这个客人吗？因为今天嘛，所有理发店都没开嘛，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的 Plan B 啊。我们不要开，专门一日牛牛吧。既然今天是双十国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请你帮他来一个喜庆双十的发型，你觉得如何？啊，我尽量好不好？来喽，来喽，这样好了。害怕，王力，越来越害怕。我总觉得爸爸好像很想要当理发师的感觉。我觉得 OK 啊。找人给你 OK 吗？我感觉我是未必要期待啊。你是来收你期待的啊？不用太高了。勉强有出来，完成了就对了。给几分？还是今天这集就拍到这里就好了。有点好玩。我嘛想买气孔嘛，好气孔嘛。阿麦搞着我耳啊嘞。免惊免惊。紧紧相依的发如何 say goodbye？ 光阴已经衰变，要我几种爱？掉太多会让人心中很肃然。好啊，这人客，请问你感觉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果然还是得自己去毛边啊。毕竟那个有没有，第一栋只是教你说如何把头剃得大呢，但是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光头，就是要把现在剩下所有的毛边跟屑屑全部来去掉。所以接下来嘛，对，才是今天的重头戏啊。有没有本能有没有？号称太阳犬的传人，自己亲手操刀教你如何正确的剃光头。来，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有没有？最后的毛边处理有没有？现在有三个选项让你可以选，第一个是这种的，
啊，我个人是不喜欢用这种，用这种往复式刀头剃的先剃。好，然后这种的有没有？这种就是适合刮胡刀，但是问题是它没有震动，刮到其实会有点痛。最后呢，我还是选择这一支，它有电动又有震动的，用这一支来剃头才是最舒服最爽的。对啊，我大概看一下啦，这就是阿伯精心推荐的不挂震动的手动刮胡刀。对、欸。不过呢，阿伯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。哎，所以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一直存放了很久，也相信也是大家千年的一个疑惑啦。身为一个光头马队，你在洗头的时候，究竟是用洗面乳洗头，还是用肥皂洗头，还是用洗发精洗头呢？我跟你讲，老话一句，我看中间这里要分隔线。这条线有没有？隐隐约这线，这条线以上有没有用洗发精洗头？这一条线以下用洗面乳洗头，安内有明了未？等，你讲你的线你带？你知道不？这条不？隐隐约约，隐隐约约有没有？哇，叫几根毛边路哦。对了，安内，我们是不是都开始动作了？好，那我亲自操刀给你看，如何正确的剃光头。Go go！这下就用这支，好，开始刮了。没有，耳朵记得一定要压着，不然会刮到耳朵。然后用你的手指去感觉到你有没有刮干净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哦，手裂哦！我的声音是治疗愈耶。通常有没有第一次新手刮会刮到流血，或者是刮到不舒服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因为人生难免都有第一次的嘛。好，继续刮。所以第一次流血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。大家习惯了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该做保护还是要做。耳朵记得折起来，一定要折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，既然我是已经很熟悉这种感觉，阿水也可以这样的刮，有没有？通常的洗澡的时候可以顺便胡须一起刮一刮。所以刮胡子跟刮头发感觉有什么差异吗？都是在刮嘛，没什么差异。大致上就这样子。如果说觉得有没有刮不干净的话，有没有？还有可以教你给最好的一个 paper， 这个金加熊啊，别靠出去靠啊，这就是类似像最后抛光的动作了。好，来，最后的金加工。你们看我的考就顺嘞，有镜子照就照镜子啊。阿伯刚开始的时候也常常会流血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说刮到有没有，他通常会刮到很厉，会血不整，要怎么样？要按压五分钟，你觉得？那是真的啦，刮到真的要按压五分钟，不然血会流不停啊。好，大致上这样子就完成一个光头了。所以这位做一个拥有十年光头的男人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跟大家建议一下的？当然就是必备的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而已，当一个光头就这么简单，几百块就可以让成一个型男了。如果说你很在意的话，有没有？大概三天吧，最多就三天就再刮一次。啊，如果像我这种有没有单身狗的话，一个礼拜剃一次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刮完的话，那你还会上油什么保养吗？通常有没有他自己会梳发油的话，在阳光下你就会成太阳犬的传人。哎，要保养的话有没有？就除了说出门怕说被晒伤之外，擦防晒乳之外，有没有？平常去抹一点乳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他不是说一个礼拜保养一次，然后一个礼拜是要去一次那个百元理发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因为你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它其实没有长那么长。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就是大概你自己这支就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用来这里给那个50块理发师给他们处理了。对对，理发卖呢？妞妞毛遮济哦，真好用的啊！重点我不是妞妞。你要到两个礼拜以上，你都没再剪，才需要上百元理发店。不然你一个礼拜的话，这一支都能帮你搞定所有要剃光头的问题啊，就只有这支 ，OK？ 是啊，真心跟大家推荐的，就是用这种震动型的刮胡刀，这不是业配哦。对，这是我们资安日常资安大理发厅真心推荐，而且真心不骗。如果这间的厂商有看到，可以麻烦私信我，送我个十支。啊，所以希望我们这一集嘛，对，有帮助到那些想要留光头的那些观众朋友。没有，这个方法就交给你们了。对，我们今天的光头教代手册就到这边了。OK， 拜拜了。
好，等一下一颗光头就完成了。没平均。有豆腐了，来来来来，有豆腐好了。放。